刘国梁、孔令辉一开始就是所谓的弄这些小明星，是吧？哎，就像张继科一样啊。刘国梁、孔令辉当时，刘国梁弄那个姚笛，这个孔令辉是马谡，是吧？这帮孙子的极端的恶劣都是上行下效的结果。2000年左右，这帮孙子到大连啊。刘国梁、孔令辉他们当时有7个人，差不多吧，七八个什么这些国家乒乓球队啊，都在那儿。完了就到夜总会玩，完了玩，带了一个小女孩到香格里拉。孔令辉、刘国梁，你们这帮屁孩，刘国梁，你这个孙子你都听着对吧？郝海东讲过的每一句话，每个东西对吧？你们七个人带一个小女孩到房间啊，香格里拉一晚上一宿。最后这个小女孩白天就是早晨的时候已经不行了，完了说："哎，大哥了，求求你了，你们还别再做了，就是让我走吧。